在东北开车啊，真就得有点高科技啊。除雪模块啊，除完这块除这块，一会儿把这风挡除完了，咱再除后面啊。盲区都给它整板正的，一点不。大哥，你整啥呢？我吓一跳。不是，你整啥呢？大哥，头回看你这玩意儿。这不除雪呢吗？你车里没有吧？没有。你看我这车没你车好，高科技得有。瞅挺高级。不，全整没了，主要就除盲区的。你把那车配一个也行。什么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还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呢？啊，你回头装一个吧，把你那下雪啥，把你后面的盲区除除。我没有盲区啊。那么大车，你下雪都不都呼死了吗？下雪也没有盲区啊。你上我车看来，大哥。可别吹了，还上你车？你上我车看。这一瞅就是刚在车库出来，你这家里有条件。哎，上车大哥。啊。哎，太冷了。你挺能犟啊，老妹儿。咋了？这还没盲区，你这车在车库里除了可不干净咋的？我除不出来，我都没盲区。你再一个，你那啥呀？你这后视镜有雪的话，你还能看着啥了？你看，打开屏幕，打我干啥？谁照？谁招你了？不是，后面呢？这后面上哪整盲区去，大哥呀？咋说话说话都能亮呢？还不能亮，看不着。这视野行不行？这视野，这视野行不行？这五倍视野的啊？行不行？呀，这半拉屏了，这不前面吗？啊，够不够用？看前。同屏同显呐，同显呢，是不是能录像那玩意儿啊？那咋不能录像呢？远程录都能录。啥玩意儿？远用啥呀？连着手机，人不在车上就能看。停车录，远程录。对呀。啊，开车录还能录？那咋不能录呢？开车有导航，开车说听歌，那啥不能整？妈，这什么导航啊？导航哪儿呢？你没用过这种导航啊？最催了。打开导航。这家夸两句，你还在那催。请为您打开导航。我看你是真没见过，大哥。不。都语音呢、啊、老妹儿 啊, 啊缩小地图你缩小、啊、这啥摄像头啊啊就哪块有拍照测速实时语音播报 啊切换 AR 导航啊好的请上切啥切导切换 AR 这实景导航啊实景咋样哎呀妈天气啥都有啊这也能问他问题啥都能回复你啊能回复啊哎呦我的妈这玩意儿打开音乐啥玩意儿啊你瞅着吧大哥看行不行还能听歌啊？咋不能听歌呢？扩音乐盒咋的？扩音乐盒的，实时这歌曲都在线更新的啊！行不行？够不够用，大哥？老妹儿，我那小车能装啊？咋不能装？我那小黄车能装啊？能装。你赶快，是不是快赶我车贵了？你说实话，没有多少钱呢？没多少钱，大哥，没多少钱。那带流量吗？都没你那玩意贵。带流量吗？老妹儿，你这样式我关注你了。关注我，大哥。谢谢你啊。没事。